我是刚刚的车长的2018年8月11号，瑞芳站瑞芳站10:44，我是4030次哦，树林八车将沿线看好数二星的超油子，用600型全快车，进站了。605+1，609区间快车，开往苏澳新的超油子，用600型区间快车。我看到在瑞芳站停靠。开启车门。4030次，今晚沿线看苏澳行。好，就那，拜拜。